我没有带过那个叫什么通美通，美通。第一次，我老带，第一次带，带了很久，我第一次带带两小时。嗯，就因为，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瞎了，就是懵懵的，啥也看不见。我是，它会自己跑的呀。哦，对对对，滑片。但是它是会滑片，但是你要选择就是那种日抛的，就是每天摘就扔掉。对对，这个就是。对对对，但是要选择。干。嗯，干的，对呀、啊，要滴什么？眼药水。那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，因为每个人眼睛干度不一样。我也是日抛，就你带了？带了，我225度、啊。我看看，我也是、啊。75度闪光。但是你带的是透明的，对吧？对啊，肯定啊。我带个美瞳没标吧？我当然带透明的。下次下来弄一个蓝色的。对。那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？都还好，都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吃的，都还好。哇。透明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非常简单，我啥都可以吃的，就是辣。如果要唱歌，我就辣就不可以。没有唱歌就，不行，唱完歌马上行。对，就是我对这方面就非常的严格。嗯，就是我知道我要表演，我这不行那不行那不行，就是很自律。